残雪不要在疾跑马超面前浪。大家好，我是尹千嫁，欢迎来到。今天给你们带来一把排位赛。第一周瑜残雪喜欢浪是吧？那就只能拿下了。声威万里。过，这个气味的男人，计时。还有这个马可，残雪还不回家，是在等我把他拿下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波没有疾跑，但是有大招。终于残雪还想 K 头，那我直接拿下。还有一个残雪咬肌，他没大招了，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。疾风出世，贯穿收下人头。咬肌这点血量真的卡，他本来想要杀咬肌，结果最后只能把终于换了，还差点没换掉。这里看到马可残血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来到另外一波团战，去清理战场，优先杀残血，开疾跑追周瑜，再回头帮队友，再收下赵云源头，最后也是获得胜利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收看。